ネットススククール日本語クラスへようこそでは続きましょう。これから言語知識の文法の部分に入ります。文法は問題5、文の文法、文法形式の判断。問題6、文の文法、文の組み立て。問題七 文書の文法からできてます。まずは問題語から始めます。問題語は文法形式の判断問題で、文の内容に合った文法形式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を問う問題です。呃、うん、我们先从問題5开始。問題5是语法形式的判断問題。也就是说、考察我们是否能够正确的判断符合句子内容的。 句型。好、おむん、いちら26番から入りましょう。はい、できましたか正解は4ですね。乗客の減少が続いていた竹山鉄道が今年の3月31日をもって廃止された。おもってはまででという意味で期限を表します。おもってな表示到此为止。 是表达期限的一种句型，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呢选择四。omode 除了表示期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可以表示呃工具或者是手段，可以翻译为以啊根据什么什么用以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这里选择正确答案，表达时间节点的 omode。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三个选项的意思，一期 o uke de。 啊，名词加 o 受 g e t 表示受到什么什么的影响。今日本 kono ajo u g 創立したばかりのあの会社は倒れてしまった。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刚刚创办不久的公司倒闭了。n 名词加 o k a w k i r i ni 表示的是以前面的事物为开端开始。 引出一系列其他后续事项，在这里要讲的是，o kawakiri 呢，表示的是事情的开始，而后续呢会有逐渐的、不断的、更为壮大的发展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东京カワキリに全国範囲で歌手デビュー20周年のツ啊我始め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指的是以东京为开始起点。 这个歌手呢，将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出道二十周年的演唱会。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他要办的演唱会范围非常的广，东京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能选二，因为二是表示时间的开始的。song 名词 o p e n k 呢？ 好，那在这里呢，其实大家只要知道名词 peak 的意思呢，就不难了啊。表示的是高峰、高潮，所以这个剧情也表示以什么什么为顶峰，以什么什么为高潮。日本免疫力达有 peak 你当当提高するそうだ。免疫力会以二十几岁为顶峰，以后会逐渐的下滑。哎，伊叫哇，你就老个帮得西哒。 同学们、请準備好一起坐下笔记吧。次、27番に入ります。はい、正解は2ですね。北川動物園では、連日の猛暑で、元気のないペンギンに、せめて気分だけでも難局を感じてもらおうと、氷の塊がプレゼントされました。あ、我们正直答案んな旬だだけでも、 这里呢是一个固定搭配的用法，same day 名词だけで意思是哪怕是最起码是，表示尽管前项不是特别的充分，但是至少也能够啊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用法，是固定搭配。翻译过来呢是指在北川动物园，连日来的酷暑呢使得企鹅毫无精神，为了至少让企鹅感受到一点点南极的感觉。 给企鹅们带去了冰块作为礼物了。下面我们来看其他几个选项。一期 nomi mo，nomi 等于打给，打给 mo 与 seme de 不能构成固定搭配，因此是错误的啊。好，第三个 desu mo，desu 等于 desai 啊，等于 desai mo，甚至连什么什么也，一般呢后面多跟什么什么 nine 啊做固定搭配。 因此呢，在这里也不是正确答案。举一个例子，入社してもう十年経 e たが、まだ課長ですらない。他已经进公司都十年了，现在连个科长都不是。嗯，也就是说，连最低程度也没有达到。后面经常与否定的表达方式搭配使用。用「」至少什么什么也在这里呢？「」表示坚提，所以不能与「」same 构成固定搭配。 如果是くらいでも、那就可以是正确答案了。はい。次。28番に入ります。はい。正解はどれですか ?4 ですね。近年、子供の読書離れ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が、果たして子供の読書量は本当に減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这道题也是考察固定搭配的。果たして和方面的か、だろうか 成为固定搭配，表示的是强烈的疑问反问：难道真的是怎么怎么样吗？近年来，很多人都指出小孩子不愿意读书的现象，但是难道真的是小孩子的读书量在减少吗？Hataste nani nani ka 表示果真是什么什么吗？好，我们一起来看其他三个选项：一七卡里尼。 啊，汉字没有写出来，对不对？写出来大家就马上就认识了。表示假设怎么怎么样，暂时怎么怎么样。常用的搭配呢有两种，以及卡里尼哪里哪里ても，卡里尼哪里哪里としても，表示即便怎么怎么做，即使怎么怎么样。卡里尼予定日までに、戻ってこなくてもずっと待つつもりだ。 即便他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我也会一直等下去。卡利尼塔达巴表示假设怎么怎么样的话，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一般都表示的是纯假设。例文：卡利尼，な十億円もの宝くじに当たったら、何をしますか？假设你中了好几十亿日元的。 呃，彩票你会做什么呢？当然，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假设啊。你多呀啦，多呀啦，常用的搭配呢，也有如下几种：一、及多呀啦，哪里哪里，送的，那些有的，我们知道后面三个表示推量、推测，对不对？表示好像是什么什么感觉，总觉得像怎么怎么样啊。 えー、教室の中で大声で本を読んでいるのはどうやら山田さんのようだ。也就是根据这个声音来判断、好像在教室里大声的读书的是山田。にどうやら何々他。与过去的表达方式搭配使用、表示总算是怎么怎么样了、好歹怎么怎么样了。どうやら会議の時間に間に合った。 总算是赶上了开会的时间。爱斯基桑，オソラク也是有常用的固定搭配，一般是与表示推量的啊、推测的啊、断定的表达方式。オソラクナニナニだろう、オソラクニチガイナ表示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吧，大概应该会是这样的，恐怕会是这样的。オソラク来週に。 台風が上陸するだろう。大概下周台風就会登録了。はい。次、29番に入ります。はい。できましたかこれは尊敬語の問題ですね。这是金与相关的题目、是在邮件的结尾当中提到的。正解はどれですかはい。1ですね。 それでは、以上の件につき、引き続きご検討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に存じます。ど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存じる、し、思う、知る的字语、だ、つ、千、语幸いに存じる、と幸いに思う、ですね。うーん、再度におもらか。それでは、以上の件につき、につき、といについて、引き続き、といし、引き続いて、 继续啊，kento 在这里呢，表示的是考虑啊。那么对于以上的内容，如果您能够进一步考虑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多多拜托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选项是呃哪些词的自谦的表达？诶你，阿斯卡里 k 斯，阿斯卡里，一般呢都表示承蒙什么什么。 蒙受什么什么，也是自谦的表达方式。褒にに預かりりままして、誠あがとうございす。さっきご紹介に預かりました富江ネットスクールの山田です。非常感谢您的夸奖，我就是刚才介绍到的富江网校的山田。一般多指的是已经有主持人或者其他人介绍过山田的身份。 由他自己在站到台前来介绍的时候，多用的表达方式。自己上、待します、招待する是もう、食べる的自谦语。ご意見をありがたく招待します。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会接受的。もう十分頂待しました。我已经吃得很饱了。当然頂，招待。 不用后面的词る、单独用的话呢，也是一种口语的表达方式，诶，テク大赛这样的一个用法，还有个特别的乔丹，还有个特别的大赛这样的一个用法啊，那个时候就不是自谦的用法了。哎，四、受けたまります、受けたる是聞く、伝え聞く、受ける、聞く受ける的自谦语，是听、听说。 接受的自谦语。例文。例の計画の件は山田から詳しく受けたまりました。之前提到过的关于计划的事情，我已经听山田详细地说了。喜んでご意見を受けたまります。很乐意接受您的意见。好，这是一道关于自谦表达的题目。 呃、每一年都会考一次、不管是在绘画当中、还是在语法当中。所以、这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复习和掌握。はい、次、30番に入りましょう。はい、できましたか正解は2ですね。这是一道绘画题。あ、その資料は明日また使うから、捨てないで取っといて。わかった。じゃあ、ファイルに保管するね。 这是在公司里面啊、呃，两位同事之间的绘画，都是用的简体的形式啊。那么正确答案选择是 tottei de，tottei de 呢是口语的一种省略的表达方式。呃，原来的话应该是 tottei oite，后面省略了 k u d s a 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嗯、呃，意思指的是那个资料明天还要用呢，先不要扔掉，保留好。好的，那么我把它保存在文件夹里。 翻译的文件夹，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选项是什么意思。一，toredo d 促音加 d 表示听谁说的啊？tou you，t o 是偷 o 的可能性，表示能够保留，听说能够保留。三，tachawanai de，促音 de 还是一样的，听谁说的？那么 t a c h a w n 是 t a c h a 的否定表达方式。 脱掉又是脱しまう的口语的表达方式，所以意思就是呃不要保留啊。脱得洗毛哇那一的四っとけなくて。是っとける、后面加なくて、构成的，而っとける、又是脱得 OK 的，って OK 的其实又是って OK 的可能态，意思就是不能预先保留，相当于って OK なくて。 はい、次、31番に入ります。はい、正解はどれですか ?3 ですね。本サービスを利用される方は、利用規約をご覧になった上で、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えー、使用本服を使用、請您在阅读利用条款の基礎上、申請。 那在这里呢是两个用法的重叠，goraninaru 后面加他，a u e d g o r a n i n a r u 是米鲁的敬语他，a u e d 表示在先做前面的动作之后再做后面的动作，那意思就很简单了，在您看过之后，敬语里面的尊他的表达方式。好，所以正确答案呢我们选的是三，goraninata u e d 来看其他的三个选项，一期“ご覧の結果”其实就是“見た結果”，“ご覧になった結果”也是一样的“見た結果”。看过的结果，用“ご覧くださった上に”、“ご覧くださる”等于“見てくれた”上に呢。上呢表示在原有的状态下发生了比现在更好的呃状态或者是事物。 可以翻譯成加裳。而且。俊个例子。この辺りは静かな上に、交通の便も良く、とっても人気があります。这附近的话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安静、而且交通也很方便、非常的受欢迎。はい、次。32番に入りましょう。正解はどれですか ?4 ですね。私は映画監督になる夢を叶えるために、 一生懸命、映像の勉強をしている。絶対に夢を夢で終わらせない。呃、这是考察助词的表达方式，几乎每年都会考啊。那么，呃，在这里的话呢，是语法 a o a de o aru a o a de 指的是把 a 以 a 的形式直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就是 a 只停留于 a 的这样一个状态啊。o aru 表示结束嘛。 C 表示状态，O 表示对象。好，是惯用的表达方式。这句话呢，解释起来就是为了实现当一名电影导演的梦想，我拼尽全力的在学习拍摄，我绝对不会让我的梦想只是梦想而已。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几种表达方式啊。一，you many you 夢 a 夢を。 那么它的话呢是 a ni a o，这里的 a 都是名词啊，表示不断的反复、不断的重复。他对吧？努力你努力给我，卡桑的 de koso s e i o d i r 啊，努力的上面再努力，就是不断的努力才能够成功。ni a nada do 表示如果是什么的话，就说是什么好了啊。他对吧？乌索纳拉乌索达多哈基里 de k u d a s a 如果是谎话的话，你就直截了当的说是谎话好了。啊，如果是什么的话，就说是什么好了。三，夢が夢那ら、A 哪里哪里なら、B 哇は何々だ。啊，有这样的一个用法，表示如果 A 是什么的话，则 B 是什么，表示一种比较。答对吧？北京が政治的，中心那ら、上海は経済的，中心的。如果说北京是政治的中心。 那么上海就是经济的中心。你 a 那 a 那的，b 么 b 的，呃，表示的是 a 和 b 啊，都是一类的，都不怎么样。他对吧？安那成绩呢？悪いクラスは先生が先生なら学生も学生だ。成绩那么差的班级，你都不用看，老师也不怎么样，学生啊更不怎么样。 那么三十二题呢？我们再强调一下，以这种助词啊构成的惯用的表达方式呢，也是每次都会出的。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你的这个基础知识一定也要扎实啊！再回过头来，呃，强调一遍，第四个选项，you m a y e or you made，名词 or 名词 they 其实你可以一个一个拆开来看，they 表示状态 o 表示动作的对象，也就是把前项的事物。 以后面的这个状态来怎么怎么样？题干当中是 o v e 也就是把梦想当做梦想结束掉。嗯，那么转译过来意思就是我不想让它只是梦想而已，我一定要去实现它。はい、次、三十三番に入りますね。はい、どうですか？今度はできましたか？会社での会話ですね。田中。 ねえ、中村くん。もう遅いし、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ようよ。中村。そうだね。じゃあ、残りは、明日。はい、一ですね。残りは、明日やるとするか。うん、また明日頑張ろう。那么在这里呢、是两个同事之间的对话。え、中村、已经晚了、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的。那么剩下的就明天来做吧。 反正明天我们再加油吧。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ヤルトスルガ、トスル表示一种决定，カ表示对对方呢征求意见，也就是说，要不我们就明天再做吧。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选项，你，ヤリワスルガラ、ガラ表示原因，那么ヤリワスル是ヤル的连用型加加，加哇，加スル。 意思就是动词的马斯形加哇加斯르表示的是对这个动词本身的强调其实就是等于咬る卡拉。三咬ろうとしている卡。咬ろうとしている污用としている。咬る后面加意志的表达方式污用としている。后面再加卡啊想要做某事吗咬ってはいる卡拉。卡拉还是表示原因。 やっては一る其实就是やって一る的强调的表达方式，啊，做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啊。好，这是第三十三题。次ぎ三十四番ですね。はい、できましたか？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我们来看它的正确答案呢是你。おもわせてくれた。この曲は失恋で落ち込んで泣いていた私に。 嘛哒，新しい声有しよう我思いはせてくれた曲です。它是一个使役的表达方式，加受受助动词的啊、呃、表达方式，表示的是让对方得到了某种恩惠啊。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呃，动词后面加这个させてもらおう、させてくれる，表示的是由于对方的某种允许或者是放任，使自己得到了恩惠的意思。 那么文章当中意思指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让我得到了某种恩惠啊，什么恩惠呢？哎，让陷入在失恋当中、每天哭泣的我，有了一种想要重新恋爱的想法。哎，这就是这首歌给到他的一种恩惠啊。させてくれる。好，再补充另外一个表达方式，させてあげる、やる。啊。 表示允许和放任别人啊，让怎么怎么样？哎，他对吧？就根本就得自己本自个儿得一顿打疙瘩。你三日积雅思马赛得阿里马秀，因为要备考，他现在已经非常的累了，不如让他休息两三天吧。表示的是我们啊自己允许或放任别人做什么事情，跟萨塞德莫拉乌和克雷鲁立场正好是相反的。好。 总结一下使意的表达方式加受受助动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嗯 s a s e d e morau k u r e l u 是对方允许放任啊，使我自己得到了恩惠；而 s a s e d e a g e r u 是我自己啊允许或者是放任对方，使对方怎么怎么样。好，这是第三十四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选项。一及。 オモ d a デ a o m モワレル是思う的被动态，但是呢，它一般表达的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大多数人怎样认为，一般怎样认为，也可以引申为客观的认为，他对吧？南アイアイだ、地球はマルクナイトオモワ d a イ a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认为地球不是圆的啊，一般的认为这样的一个用法。 哎，第三个选项 o m o w a s e r a t e d 好，动词的使役被动态。动词的使役被动态呢，表示被迫做什么什么事情。虽然我做了，但是我是呃有一种受害的、不情愿的想法或者是这种心情啊。好，他对吧先週は毎日残業させられた。上周我每天都在加班。 但是它的呃含义指的是什么呢？我上周特别不愿意加班，但是被迫每天都加了班。第四个选项，omuwa de na r a na kata，拆开来看，te na r a na kata 就是 te na r a na，表示的是达到某种很高的程度啊，什么什么的不得了，它对吧？哎，tsmarana kata na na，啊，无聊的不得了。 那么 o m 瓦 w a e u 刚才也说过了，呃，它可以表示什么呢？大多数人的想法、看法。那么 o m 瓦 w a e u 再补充一下，也可以表示一种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有某种想法。嗯，好。那么 o m 瓦 w a d e denarai 也可以表示，呃总觉得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好，那么这个是三十四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次第。 35番に入りましょう。はい。できましたか正解はどれですか ?3 ですね。中村と山田の会話でしょう山田さんは本当に猫が好きなんだね。今日のバッグも猫の絵柄だし。うん。でも、あんまり持ち物が猫柄ばかりなんで、家族から猫好きにも程があるだろうって言われたりする。 尼某何多干阿度啊，表示的是，诶什么事啊，也得有个度吧。在表示某一方面呢，也是有限度的。这里的关键词呢是活动，活动呢作为独有名词，可以表示限度、适度啊。什么什么里面也是有度的，因此引申为，哎，什么什么事情啊，也要有个限度，也要有个度吧。意思就是适可而止啊。中村说：“山田，你真的好喜欢猫呀。” 今天的包包上的图案也是猫。好，山田回答说：“是啊，不过我的好多随身物品都是带猫的图案，总是被我家里人说喜欢猫也要适可而止吧。”在这里，モチモノ指的是随身携带的物品。好，来看其他的几个选项。一七、no カ e リデワナイ，名词加 no カ e リデワナイ是对カギリ的否定的表达方式。 卡ギ又可以表示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因此呢，カギでわない表示不在某某范围内，不在某某限度内。例え吧九時までに出社しないと遅刻になるが、非常の場合はこのカギでわない。九点之前不到公司算作迟到，但是特殊情况不在这个范围内。にのことに限る、に限る。 表示最好是怎么怎么做，一般多与 nara t a a 呼应使用。たといえばラーメンなら、このお如果说到拉面的话，还是这家店最好吃啊！最好是去这家店吃。用にあるほどでもない、ほど是ほどでわ的强调的表达方式，表示的是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并不是说就怎么怎么样。 一般都用〜というほどではないで行例えば、英会話が少しできるのは事実だが、通訳ができるというほどではありません。虽然说我能够进行英语对话、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口译的程度。はい、以上で問題5を終わります。はい、次、問題6に入ります。 え問題六は文の文法、文の組み立て問題です。文の組み立て問題は、頓語的に正しく、かつ意味が通る文を組み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を問う問題です。え文の組み立て就是组织一个句子，重点考查是否能够组织整体上表达清楚，并且是语义通顺的句子的题目。那么例句我们在这里就省略了。 直接人如 36t、36に入ります。はい、36、正解は2ですね。近所の猫は、私を見るとすぐに逃げるくせに、途中で立ち止まって、こちらを振り返る。できるもんなら、捕まえてごらん。というような、あの憎らしい表情がすごく可愛い,い。好、那么在座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会既正确又比较快速？哎，主要还是去看一下这四个选项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四个选项前后的一个搭配。好看这种题目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空格的前和后。前面是 de giri mon a r a 后面是 s k g o k a kawaii。那么 de giri mon a r a 和 s k g o k a kawaii 来看呢，比较好确定的应该是谓语 kawaii。 卡哇伊的主语应该是一二三四四个选项里面，丘丘嘎，所以我们先把它确定下来，丘丘嘎，四个卡哇伊。那么再往下来看一下，这个确定下来了之后，我们再排二三四的顺序就可以了。哎，剩下的是阿诺尼格拉西，多伊尤纳，斯卡迈德古章，四个选项。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四和三是可以放到一起的。 つかまえてご覧というような、てご覧指的是てみて，意思就是つかまえてみて、というような。嗯，再说抓我试试看。嗯，ような好像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有な结尾，因此呢，它应该是修饰名词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つかまえてご覧というような表情が、那剩下的あのニクラシー。 只能是放在诶，トヨヨナ和ヒョウジョガ的中间，因此正确的顺序应该是デキルモナラつかまえてごらん。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トヨヨナあのニクラシ表情がすごく可愛い,い。因此正确选项是二。诶、欸，デキルモナラ、デキルモノナラ。如果你可以的话，就试着来抓我吧。小猫的那个表情好像是这样的，对不对？ 次に行きます。37はい、できましたか一緒に見てみますね。先月、父に手作りの箸をプレゼントした。長くて気に入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结论是我给父亲的礼物，父亲是怎么样啊？是喜欢的，对不对？那么你是怎么去判断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选项。好，首先空格的前面是难阿克的，表示的是对这个筷子的描述，对不对？筷子是很长的，除了这个长之外，因为有一个 t 嘛。 它肯定是还会后续有对这个筷子的描述，是哪一个呢？哎，是三。难达嘎子嘎伊尼可以啊，难嘎克德嘎伊尼可以。所以，哎、呃，第一个位置我们要选的是难达嘎子嘎伊尼可以，这是对前述主题哈西的并列的修饰。好，第一个空格选选项三。那么再往后面来看一下，难嘎克德难达嘎嘎伊尼可以，后面我们应该选什么？ 应该选一对不对？后一，那嘎拉么是谁这么说的？是父亲说的啊。后一，那嘎拉么，那嘎拉么表示逆接，虽然但是，在后面呢？哎、欸，毎日使っ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啊，应该是四后面放二。哎、欸，哦，見ると、ところを見ると。看了什么什么就知道。嗯，看他每天都在用，哎、欸，我猜他应该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完整的句子来看呢し、先月、父に手作りの箸をプレゼントした。長くてなんだか使いにくいと言いながらも、毎日使っ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気に入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在这里、重点考察的是、句型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ところを見ると、表示说话人呢以自己直接的体验和经验の为依据 进行判断，表示从什么什么来看啊？考察的是这样一个句型，因此正确答案是四。はい、次、三十番に入りましょう。はい、三8番。このドラマの人気はストーリーも言える。哎、欸，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后面吧，因为言える肯定是要 t e you 搭配来使用的。 所以最后一个选项应该是选哎，オキドイエル。然后再看三个选项、ユルトコロア、サルコドナガラ、还有のエネ好，首先我们联想到的是句型モサルコドナガラ。因此，第一个空格我们要选的是二、ストーリモサルコドナガラ。サルコドナガラ呢，前面多用于名词，表示的是程度的递进。 什么什么字不用说，什么什么更是如此。好，那我们后面已经选过了，OK，剩下的就是四和一的顺序。那么一是 u，四是以 ni 结尾的，因此是 ni u。好，正确的排列顺序应该是 story mo saru kotonagara。 还有呢，演技力你有るところが大きいと言える。好，那么在这里再讲一个句型，你有る依赖于什么啊？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电视剧的人气啊，故事本身自不用说，更多的部分都是依赖于演员的演技的。好，这是三十八题，もうさることながら这个句型。次ぎ三十九番に入りましょう。 はい。一緒に見てみますね。通勤に片道2時間かかる私みたいな人は本当に羨ましい。えー、私みたいな連体型。因此、後面我们要接的是体あ1、2、3、4、4個选项里面有3個体言对不对人間から数分なんて職場都是体言但是、 根据这个意思来看，我达西像我这样的肯定是人嘛，所以应该是选一。人跟卡拉，而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和卡拉搭配使用的又是四对吧？卡拉四对吧？是一个句型，表示从什么立场来考虑的话，从什么来说的话，因此应该是一后面放四。我大西米代呢，人跟卡达四对吧？好，再剩下的呢是四分难的。 哎，还有一个是小哥爸妈的，い、路的。根据内容，我们可以排列小哥爸妈的，啊，路的，数分啊，走到公司只要几分钟，难得啊，只要这样啊，多啊，很多尼乌拉亚马西，这样的人真的好羡慕。好，因此正确答案是三。次给你卡达米基尼基干卡盖鲁，我他西人原卡拉すれば，職場まで歩いて数分なんて人は。 本当に羨ましい上班的时候，单趟就要花两个小时的我来说，那些几分钟就能走到公司的人，太让人羡慕了。はい、九番でした。次ぎ、四番に入りましょう。はい、四十番。近年の急速な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がマスメディアに何々。近几年 快速的网络的普及啊，应该是 mass media 呢？对于大众媒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mass media 啊，你你后面应该选哪一个呢？哎，对了，atada。好，atada 后面我们自然的又会选什么？影響，对不对？mass media 呢？atada 影響。影響はどうですか？え、すなからぬものがあるものがある，当然是作为结尾来使用，因此是。 え、マスメディアに与えた影響は少なからぬものがある。正确答案是选一。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句型是モノガある，表示的是有某种价值，有什么什么样的一面，可以看到事物的某些特征的意思。好，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关于这个モノガある。看到この作品は結局受賞できなかったが。 いくつかの点的，光るものがある。虽然他的作品呢最终没能够获奖，但是在好多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闪亮的地方。好，这是ものがある。那在这里斯科纳卡拉呢，又是古语的一个残留现象，表示什么呢？斯科纳格奈不少的啊，其实就是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因此这道题，呃，完整的形态应该是 k i n a n o 急速な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がマスメディアに与えた影響は少なからぬものがある。近几年、快速的网络の普及、对于大众媒体、带来了很大的影響。問題6は文の組み立て問題でしたね。第6題呢是四个选项、你如何正确的排列的意思。那么在做这样的一道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四个选项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是更不要忘记这个四个选项的前后的一个部分的关联啊。那么正确地掌握了句型的意思以及形态，这道题其实就还是很好解决的。还、以上は問題六でした。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はい、次、問題7に入ります。問題7は文章の、えー、文法です。文章の文法っていうのは、文章の流れに合った文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を問う問題です。えー、文章中の文法呢、後面有5个提问、他主要考察的是、考生是不是能够根据文章的整体的意思、选择正确的句子啊。 はい。では、問題に入ります。次の文章を読んで、文章全体の趣旨を踏まえて、41から45の中に入る最も良いものを、1、2、3、4から1つ選びなさい。那么、这里提到的是、趣旨を踏まえる、を踏まえる、在什么々的基礎上。呃、也就是说、在了解整个文章的要旨的基礎上、哎 在选择五道题的正确答案。那么，这是一篇这个中篇的阅读文，嗯、呃，有五个选项需要我们来选择填空。那做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呃，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会不一样。有的同学呢喜欢看后面的选项再读文章，有的同学呢可能是边读文章边答题，这都无所谓，只要你的习惯已经形成了就可以。如果说还没有形成这个阅读的。 提的这样一个顺序的同学的话，除了短篇以外，呃，老师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边读文章边做题。那么，如果说你先看了题目的话，很容易忘记后面的一个题目，或者说很容易有一种错误的记忆，会影响你阅读文章的一个理解啊。同学们，请先自己做一下题目，再听老师讲解哦。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读下来，然后呢，再解决后面的五道题啊。好，先看一下文章的标题。哎，当银杏脱下外衣的时候，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指的是当银杏怎么样落叶的时候。哎，一番目の丹楽が来きますね。毎年、秋も深まって。 朝夕の冷え込みが厳しさを増す今時分になると、北の距離の菩提寺の境内にある一応の巨木のことが気にかかる。よ字が度音をおもらい注意し、えー、早晚、朝夕、夕し長音。ああ。あ厳しさを増す。あ今時分、都市助音。北の距離、郷里、ああ、境内、境内。 还有就是 k i b o k u k b o k u 啊，嗯、呃，在做阅读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给一个比较长的句子瘦身。这道题看下来的话很简单，my t o s h i i t s n i n a do，nani a kini k a a 每年到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在意什么事情，我就会想起什么事情。哎，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y t o s h i i t s n i n a m a s k a 嗯，いまどきぶになるど，就像现在这样的时候，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语，秋末かまって，首先是什么？深秋，天气是怎么样呢？朝夕のひえこみが厳しいさおまし，啊，也就是说早晚寒意非常的浓，对不对？那么每年到了深秋，早晚天气变凉的时候。 那我比较在意什么事情呢？哎，きたの距離の菩提寺の境内にある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的北方的家乡的菩提寺的寺院内。境内大家可以看后面的注释啊，寺院内。哎，一丁の巨木のこどが金にかかるですね。银杏树的那棵大树，银杏的大树呢，让我非常的在意。好，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呢，这篇文章的主题是。 深秋的时候的银杏树啊，はい、次ぎ二番目の段落に入ります。その一兆が老木だから、台風でも来たら大枝が折れやしないかと心配するのではない。先看第二自然段的第一句，看到这里，嗯，我们先看一下四十一题，有四个选项，我们先不去看它，先看后面的句子。 因为那棵银杏树是老树，所以来了台风，大致会不会断呢？卡多怎么样心配するのではない？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给它瘦身下来就是。那我们知道，第一个自然段的最后的结尾是，非常的在意银杏树。 后面又说到，并不是担心银杏树断，因此我们知道前后应该是转折关系。那么，呃，四十一题，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呢？嗨，sound's 呢？きにカカルドイデ虽说是如此と言っても，ドイデモ啊。好，放到一起来看，きにカカルドイデモ。その一兆が老木だから、台風でもきたら、大枝が折れやしないかと心配するのではない。 虽说我是担心，但并不是担心来了台风，银杏树是老树了，会不会呃枝头被折断呢？啊，并不是担心这个。那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点要讲一下，欧レヤ西ナ嘎。好，这里的ヤ呢其实是ワ啊，欧レワ西ナ嘎是同样的用法，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动词的马す形后面加ワ死，表示对这个动词的强调。 其实就是 o r 那 n i a 会不会断呢？哎，表示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担心啊。其他的几个选项来看一下，第一个 kini kakaru daroga，好，daroga 也许会是什么什么样的吧，但是怎么怎么样啊、嗯，表示一种推量，因此呢，这里不能选。第二个 kini kakaru w a k g a n i w a k g a ni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啊？不可能担心。 好，第四个，kini kakad gawa tomokaku，wa t o m o k a k u 姑且不论，先不说。那么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们选择的是三。上面第一自然段，我们再强强调一下，他说过，哎、呃，非常在意这个巨大的银杏树。但是虽说我是担心，但并不是因为它老了，这棵树老了，我怕它被台风折断。那他到底担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句子。 今年的落叶是吗？今年的落叶是吗？う年的落叶是吗？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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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落叶到底今年、啊呃、的落叶是吗？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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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落叶是吗？到年的落叶是吗？今年的落叶是吗？是吗？今年的落叶是吗？今年的落叶是的落叶 因此呢，我们可以再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吧？伊丘ガコロモヌグトキ。题目当中很明确的写了，哎，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当银杏落叶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呢，作者再一次提到啊，作者真正的在意的或者想看到的，不是怕这个银杏树被这个台风吹倒，而是哎，盼着能够看到它的落叶。so オモデ，我们来看一下。 呃，四个选项，気が揉めるのである。気が揉めそうだから、気を揉む,をむ这里呢有两个固定搭配，一个是気が揉める，另外一个是気を揉む。两个的话呢，都是表示心 by stay 伊拉伊拉啊，担心的意思。而気を揉む呢，一般多用在我担心别人发生某事。 可多么个可乐不诺的哇奈个，キヲモ我担心啊，小孩子会不会摔倒啊？这个时候用キガモメル呢？嗯，一般是用在自己身上。哎，自己因为某件事情焦虑不安，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呢是显然是作者自己。哎，到底有没有落叶呀？这样坐立不安的，因此呢，我们应该选的是キガモメル。那么应该是选一还是二呢？哎，そうだから。 キガモメソダ是表示样态的，样态的话呢，一般是判断什么第三方的，对不对？看起来什么什么的样子，而用在自己身上表示某种原因的解释，应该是ノデアルノダ的用法。因此，正确答案是一キガモメルノデアル。也就是说，作者到底在担心什么啊？担心的一个内容，他进行了一个解释。哎，だから四十二は正解は。 えー、1ですね。はい。えー、もう一回読みます。今年の落葉はもう終わったかどうか。まだなら落葉するまでにあと何日ぐらい間があるだろうか。そう思って気が揉めるのである。うん、そう思って心配してイライラするのである。うん、あはい。次、3番目の段落に入りましょう。 そのイチョウは大木だから、葉を厚く茂げらせていて、秋の紅葉はまことにお見事である。好，先看这里有一个动词茂げらせる啊，原型是茂げる，茂密繁盛的样子。还有黄叶读成コヨ。好，作者对这个银杏呢进行了描述啊。そのイチョウは大木だから。 因为这个银杏呢是一棵大树，所以叶子怎么样啊？非常的繁茂啊！到了秋天的话呢，这个黄叶非常的漂亮。次それ列进一步描述：落葉の公園も思わず息を飲むほどのものであるらしい。落葉の公園も思わず息を飲むほどのものであるらしい。らし表示的是一种什么？ 什么什么的样子，哎，好像是什么什么样的。呃，那作者有没有真正的看到落叶呢？没有看到。我们是可以从拉西这里看到，他是听说的，对不对？好像是我听说这个落叶的样子也是十分的漂亮。有一个惯用句，ikio n o m ム，令人窒息的，漂亮的，令人窒息的啊。次私はまだ見たことがないから、予定が立つよう 一度都得嘎给得米得么一都莫得的，哎，作者直截了当的说了，我还没有看到，因此有一个惯用句，有得嘎特此能够预测的话，一期都得给得米得么哎，我倒是想想去看一下啊，如果我能够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落叶的话，我倒是想去看一下。好，最后一句，けれども来了一个转折。 一朝としても落葉の予測などつくわけがないだろう。又一个固定搭配，预测がつく也是预测的意思。但是，即便是作为银杏本身，自己都不能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落叶吧？好，所以第三段呢，诶、呃、描述的是这个银杏树非常的枝繁叶茂，它的落叶的光景好像也是很漂亮的。但是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叶。 因此，作者没有看到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呃，下面一个自然段。四番目の段落。一枚や二枚の落葉なら話は別だが、この一葉の葉は短時間で一枚残らず、子落ちてしまうのだから。哎，作者描述了一下为什么他这么的想去看啊。如果说是一片两片的落叶的话呢，就 不说了啊，这个银杏的叶子啊，是短时间内一片也不留的，全都会掉下去，所以我更想看啊。诶，五番目の段落ですね。霜が降り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ほど冷え込みのきつい寒と晴れはたった。先看一下这个句子啊，诶，霜霜降りたのではない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と思われる。 这里的话呢，哎、呃，表示的是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hodo 表示程度，hie komi no kitsu，啊，非常的寒冷。kando h a r i w a t a t a 哎，晴空万里。那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它应该是在描述一个名词。哎，四个选项我们看到了都有一个共同的名词，就是 asa。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早晨呢？好，呃，晴空万里，非常的寒冷。 以至于让人们觉得是不是下霜了？有这样一个错觉的早上。那我们先不着急选啊。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早上，再看后半句。山から登るの工が这句话的主干是从后山上升起的朝阳越过。 四院内的厨房的屋檐啊，照射到了四院内。那在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四十三题。诶、呃，一朝だとはお思いのはずだ。朝だと思っていただきたい。朝だったとは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朝だったと思いのようだ。诶、呃，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正确答案是二。朝だと思っていただきたい。 哎，为什么选二呢？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到第四自然段呢，我们知道作者呢是非常期待看这个落叶，但是没有实际的看到过。因此，从第五自然段开始，作者呢是邀请读者进入到他的这个想象的世界。因此呢，正确答案选二。阿萨的多么对他的期待，我希望各位读者能够跟我一起去想象，是这样一个早上，阳光洒到了寺院内。 好那我们就跟着作者的一个想像、一起再往下来看一下。6番目の段落。まず、胃腸の一番てっぺんに朝日が当たる。温められた葉が一枚、ひらっと枝先を離れて舞い落ちる。それを合図に、日を浴びた葉が次から次へと落ち始める。ひっきりなしに落ちる。好作者继续的想像。 首先是银杏的最最什么呢？顶端啊 t a p e n 啊，在银杏树的最最上面呢，阳光洒下来，然后在后面呢，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四选哪一个呀四十多对不对？于是，嗯，表示连续发生的事情。哎，在那个时候啊 t a t a m i 哈 a i a h a g a 就是说被阳光照射过的叶子一片，然后呢，一下子离开了，哎，树。 树枝，然后飘落了。蚂蚁又记着，s o 欧 e o a i z n s o e 指的是前面一片叶子落下来了，以这个为信号啊。hi o a bi 嘎，a haga，什么样的叶子呢？哎，沐浴了阳光的叶子，一片一片的掉落下去了。hi kina i ni，怎么样啊？连续不断的啊，掉下去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四，我们刚才说了，选择的是 sudu。 来看其他选项，一期开的，反倒是反而是啊。好，第二个，所以吧，要这么说呀，我又想起来了什么什么，他的是，哎、欸，我要加一个什么补充说明，对不对？补过只是，好，所以我们正确的案选项是，次七番目の段落です。一応はしばし騒々という落葉の音に包まれる、まるで分厚い黄金色の衣を。 足多斯脱掉鞋子一样，一朝是赤裸裸的。注意，作者在这个想象落叶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时态都是用什么？现在时态，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看到过，所以他没有用过去时态。好，作者下一步是怎么想象的？我们来看一下，银杏树一下子被什么样的声音包围了？沙哇沙哇，就是沙沙的啊，风吹的这样一个落叶的声音包围了。 まるでなになによに就好像是什么什么一样。好，这里出现了标题啊，布ワツィ厚厚的、コガネいろ金黄色的コロモ衣服啊、アシモトエぬぎおとす就好像是把厚厚的金灿灿的衣服拖在什么呢脚边一样啊。呃，银杏树呢，眼看着就怎么样啊，全都掉光了叶子。 次ぎ八番目の段落。一応に聞きたい。今年の落葉は。我真的很想要问你，也就是说，一直到第七自然段都是作者的想象。最后，作者问到：“银杏啊，银杏，你告诉我，应该是什么？今年的落叶到底是什么时候？”今年の落葉は。来看四个选项。いつが良かったのか。どうにかできなかったのか。 三，いつごろ尼ナロ嘎，用 naroga 好，根据整个文章的理解，我们很容易选择的正确答案是三，いつごろに n a r o g a 其实就是ナド o g a 的书面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今年的落叶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嗯，好，正确答案我们选三。 うん。 はい。以上をもちまして、文法の解釈を終わります。